我哭了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从这个姿势呢，我们电梯呢到高楼呢，哎，干嘛？你已经有感觉了？我还没有弄，你在哭什么？我们从电梯从高楼呢到底下呢，要这个，还是要到终点的嘛，对不对？啊。Focus 一下他脸，就他脸型变化。弟弟，那你会不会太现实一点？还会给你回应哦。会不会太现实？嗯，来，有记录哈，看脸型变化哦，电梯要下降喽。好了好了，弟弟你会太夸张，你这样不行啦，我跟你讲，弟弟，你这样那么习惯会爆哦，你这样哈，到时候我们的手都会断掉。那如果我们坐到中途的电梯，就要坐那么底层，我们坐到四楼就好，不要坐地下室，四楼行不行？四楼哎，好像四楼可还可以，以哦。刚刚太低呀，不对，高它太兴。低了，到地下室它又不大喊，可是四楼只是哭得比较慢而已。哦，好的，哦，叫你了。嗯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好像可以了。还可以哈、哦。四楼可以，四楼可以。那我们再测一下地下室好神了。经病！嗯，好，弟弟，我们测一下地下室。地下室行不行？他现在稳定了，好像就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因为它现在。旁边那个光吸过去嗯，了，嗯，那也可以稍微好了，那我就稍微这样子给他，好。点吧。